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，就是我在两年多前发现到我喉咙这里有长了一颗东西，那么呢，而且慢慢会变大。我去看了医生呢，抽样检查，医生说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那么不是恶化的，可是要注意它有没有慢慢变质，要准时每年要去检查。那么这是我很忧心的事情。那么最近呢，很感恩，就是朋友介绍我喝这个SOD 的这个酵素，那么这瓶酵素呢还没有喝完，我就发觉到呢，我的喉咙这一颗东西就已经不见了，可以讲完全不见了。那么开始喝的时候呢，感觉到我精神非常好，而且睡眠也非常好，而且呢，皮肤各方面都感觉到非常的不错。可是慢慢发觉到了，我喉咙这一颗东西也慢慢变小，慢慢变小，一直呢完全到现在都没有了。所以我非常感恩 SOD。